各位大家好。那这一次展出的是大地系列，是我最近一系列的那个作品。啊，我们知道大地就是我们生长的地方。那我们常常讲，古往千年流金日，江山万里，羽化石。你说我们这个大地，我们所生长的这个大地，它实际上是经过几千万年所流，从以前流到现在的。那我怎么样把这个大地的整个精神、整个气势，用一张画纸把它表现出来？啊，所以这是我这次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标。那这个大地系列，它我做的方法，我是用喷皱的方法。所谓喷皱，就是说我用宣纸，然后把它着皱，揉成我所需要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形状以后，然后用喷的。用喷的，我并不是用机器来，而全部用手工最简单的塑胶品，这样子一个颜色一个颜色慢慢把它喷出来，然后再经过渲染，以后所造成的一个作品。那这个作品就是非常的费工，它也每一个系列，如果你把它放大每一个地方把它放大出来看的话，你会发现它是很多微小的粒子，把它组织出来，变成多种的颜色的，叠成的。并不是单一，因为我们喷的时候每一次只喷一个颜色，那我用为了要表现出它的一个多层次感，所以我必须要用很多种颜色来把它叠出来，所以一层一层慢慢的叠。像这个一层的话呢，这个一个颜色我大概需要喷了十几次，也就是说喷一个颜色让干了以后，再喷第二个颜色，再喷第三个颜色，这样至少要喷了十几个颜色才有办法表现出这个立体的感觉。这是最大的一个特色。